大家好，我是自己七八，今天用七又八分之七的时间来穿越九又四分之三月台，我们来聊一聊韩淑瑜跟东北调解的事件吧。他们到底在吵什么？跟河粉有什么关系呢？跟剩粉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支影片。我是钢铁河粉，因为我是钢铁河粉，我爱着韩国瑜，我爱韩淑瑜，永远的韩淑瑜。韩淑瑜姐激动呐喊，后面淑瑜君更是欢声雷动。韩淑瑜，韩淑瑜，韩淑瑜，韩淑瑜！大姐，那你为什么今天那么兴奋？因为我是钢铁河粉呐、啊，我是河粉，他是吴伯宇粉，我是那个后面那个剩粉，居然我都没掉，我都没掉，可是那后面那个居然我都没掉啊啦，我第一个都没掉啊啦。那你呢？那你呢，先生？请问他你今天怎么会在这里呢？因为我是钢铁圣魂啊，河粉有什么了不起？我家对面的杂货店有卖更便宜的麦粉、面粉、冬粉，还有米粉呢、啊。小心哦，我收拾一台，让他也变圣魂啊！哎，那边那边有卖更便宜的米粉呢、啊。我是钢铁圣魂呢、啊。哪里有便宜的米粉？哪里有？不管米粉、河粉，我都要吃醋鱼，还醋鱼。是钢铁米粉，韩淑瑜的味道真好。鸡蛋后面有高铁奶粉，都没掉啊！我是自己七八，我拿奶粉怎么了吗？钢铁河粉，我都没掉啦！还有剩粉，现场不只有剩粉站出来，更有年轻女学生要一起力挺吃淑瑜。大家好，我即将就读政治大学，为什么会来参加韩淑瑜的青年军活动呢？因为呢，我觉得韩淑瑜很实实在在。厨余平时不吃也是浪费嘛！加油，厨余，加油，厨余，加油！站出来啊！你的乖儿子，韩厨余，厨余，厨余，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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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厨余，不管在哪里我都喊！我就真的跟你韩厨余啊！我不好喊了，这个厨余，这个厨余，那么要喊是不是？哎，跟你喊到死！好的，看完以上的影片，当你周遭的朋友开始在韩淑瑜的时候，你该怎么做呢？ A 苦口婆心劝他热一下再吃， B 破口大骂让他知道河粉过期了， C 无声无息的离开，直接去买新鲜的食物， D 当个筛子。最后，如果想看更多反骨的影片，我们可以点旁边的台湾新说唱跟反骨神曲，别忘记按下我们的 logo 跟小铃铛，我们明晚再见咯，拜拜。我是钢铁米粉米粉不是梅粉，米粉啊 ，Hello， 米粉，米粉，今天用八又七分之七先哦，大家好，我是自己八七，七八，七八，七八。